耶！母亲节快要到了，大家都准备要送什么礼物呢？是不是要去吃大餐呢、当然要爱妈妈，不能只是母亲节而已。其实我们天天都可以爱妈妈，天天都可以让她过母亲节哦。所以今天呢、想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母亲节的送礼首选。我相信每个妈妈都应该很爱美吧？是不是？有没有人不爱美的？应该没有。对啊，所以爱美的话，一定要选择对的产品，然后用对的方法，这样子才会让自己漂漂亮亮的哦。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爱美的首选，就是姜姜姜姜，已经准备好了。对，木槿花四件组，然后这是我自己在用的，当然爱妈妈也要爱自己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卸妆露，木槿花卸妆露，然后还有这个木槿花洗颜霜。你看我多么勤俭，我上面还有用这个挤软管的一个工具，对，要用到一滴不剩。然后再来还有这个木槿花的精华露，这是升级版的化妆水哦，比一般的化妆水的保湿效果还要来得赞。再来更棒的是，还有这个木槿花精粹，就是精华萃取的意思啦。那么简单这样一套呢，四件组真的很划算，怎么划算呢？四件组带回去还有送什么呢？将将将将，送一盒，里面是30片哦，30片的青春水感面膜，价值1200块，超棒的。优惠直到四月底，直到四月底，我们已经就是太多人就是抢到一个爆炸，仓库整个就是被扫空。对啊，再说一次，卸妆、洗脸、精华露、精粹，这样子算一组，只要送，哎，不是送了，买这一组送给妈妈，另外再加送一盒青春水感面膜，里面有30片哦，价值1200。对呀，所以真的真的，爱妈妈也要爱自己。那也祝福各位可以在母亲节前夕呢，把这个礼物都准备好。对，那如果你是男生有老婆的，相信这时候就要有所表现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对啊，所以呀，平常就可以把这些礼物准备好了，因为你等到母亲节大概就没有货了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对啊，所以就是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Delay 木槿花的一个礼盒套组，对啊，送起来，送起来，祝大家都可以有一个愉快的母亲节哦。